四旅，机部两三四旅，装甲五四两旅，机部两六九旅，步兵训练指挥部及陆战九九旅等七个单位，下级区分七个波次，时间为幺三洞洞至幺拐三洞。今日射击方式，陆军部队射手计九十四人，每人射击一枚，共计射击九十四枚。陆战队射手计二十四人，每人射击一枚，共计二十四枚。本次操演射击总发数为一百一十八枚，射击时序请参阅。接续两波次射击，可供媒体朋友。Go, go, go!